言。好，我摘取了几个啊。首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粉丝有一位叫这个星星的雨伞，他在问啊，我们的刘老师想问一下，新专辑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创作灵感其实就是听到一首歌，如果那个感觉对了就对了。然后其实会要先听歌的时候会先想到一些歌曲的画面跟主题。对，对，而且我也知道，其实我们的雨欣在四月份刚刚发布了最新专辑啊，大家也非常期待，也听到，我也听到其中我们的三首单曲很好听。那好，第二道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粉丝一位叫果儿1106的啊，他想问，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其实最近会比较喜欢看小柴犬吧，就是会比较解压，萌萌的，小狗啊，对，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对，嗯，好，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更多的去享受我们的愉悦闲暇的时光。好，第三道问题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粉丝的巨能吃不减肥啊，他问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雨欣的吃播 vlog。 其实说到这个吃播呀，我之前有在雨欣的这个微博当中看到你有做那个红烧排骨，是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对不对？有做过一次吧？有做过。对，所以大家在关注有没有这种可能。其实之前有发过一次吃播的 vlog 啊，对，当然有机会的话会多多拍这样的生活记录给大家。对，我觉得也是我们各位雨伞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啊，能够给到大家真实当中的这种记录，我觉得很好，和大家的距离会更近啊。好，第四道问题啊，我们想来代表这个一位叫天天宝宝的，他说到哈，想看一下雨欣这个染发和化妆的 vlog 会出吗？思索一下，因为就是我记得在以前有一个节奏病的 vlog 里面其实有出现过化妆的部分，嗯，对对对，有些元素在里面。对，有机会的。嗯，其实我们每次雨欣的这个妆发都能够给到大家很时髦很前沿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也是代表我们年轻人这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和态度。我们也希望各位宝宝和我们共同期待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吃播 vlog， 雨欣还有可能带给大家这个妆发和化妆的 vlog，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福利啊。好，我们继续啊。然后呢，这个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他有一位叫这个吃瓜的可可，哎，他就问到了雨欣平时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我觉得这次出的新品都很好吃，因为我其实在来现场之前刚刚有吃青柠味的，对，然后包括还出了草莓味的，对，就其实就很夏天的感觉了， 对吧，仿佛坐在家里啊，如果大家吃上我们哈根达斯最新款的这个冰淇淋，就仿佛在这个海边一样享受的这种甜蜜快乐的时光。 OK，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冰淇淋之外呢，雨欣最喜欢哈根达斯的哪一款糖食？糖食我觉得像蓝调，新感，对，这个也其实也是为雨欣专门量身打造的，包括刚刚在那边有一个对看海啊蛋糕，对，其他的颜色都很好看。对，而且其实看海啊蛋糕它那个蔚蓝的闪耀的蓝色，对，上面还有人鱼姬，对，海星，这些元素我觉得都很好。而且其实蓝色也是我们雨欣的硬元色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去支持我们的这个偶像，也其实我们哈根达斯为他带来这个高品质的冰淇淋的享受。 OK， 那好，那么呢，其实我们的粉丝啊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留言，我们也收集到了关于对雨欣的这个祝福啊，比如说大家希望雨欣好好休息啊，不要太劳累啊，平时工作节奏应该排得很紧，对不对？最近都在准备舞台。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粉丝宝宝除了期待我们的舞台的这个精彩表演之外呢，也很关注到你这个劳逸结合啊，要注意身体。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共同在我们的这个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各大荧幕上来共同等待一下我们的雨欣在后续阶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表演。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精彩的这个舞台表演之外，还有我们的歌曲，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唱跳方面都非常的强，也非常惹人瞩目啊。好了，那简单的和各位互动之后呢，稍后我们将和各位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品发布会了。那么届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天猫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要密切啊守候住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点击关注啊。稍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瞩目的2021年的哈根达斯的微醺一下最新的新品发布会。同时我们在此刻也非常感谢雨欣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这个进行一个天猫的互动，我们掌声送给谢谢雨欣。
听，是是是，辛苦了，稍事休息啊，我们稍后。调出位，宠自己，让我们有请阿迪达斯品牌代言人可爱刘雨昕。首先和我们请上台。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我身边的巨星，我们的雨昕，跟大家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漫刘雨昕。雨昕你好，那今天大家一直在期待啊，我们很想看到雨昕在此刻的精彩闪耀的时刻。我们首先呢要恭喜雨昕的成为了我们哈根达斯的品牌代言人啊，此刻有没有什么感想和大家？然后也非常荣幸可以成为哈根达斯的品牌代言人。然后我是只要想到冰淇淋，就会想到哈根达斯。然后因为哈根达斯品牌其实是高品质的冰淇淋品牌，然后我自己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吧，开心吗？快乐。然后哈根达斯其实也是，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哈根达斯。对，错啊，我们不想跟人家说我也喜欢嘛。其实呢，刚才我已经和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对于这个高品质的追求和热忱呢，也一直受哈根达斯一直所突出的理念啊。同样啊，站在我身边的我们刘雨昕，她也呢以这个闪耀独特的音乐风格，在旋律当中呢来寻找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说这种精神和我们的品牌理念不谋而合。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来问一下雨昕啊，其实这次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主张，我们的 Love Mix 啊，同样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品牌主张。那雨昕，你是怎么样看待我们本次的品牌理念？其实 Love Mix 的中文意思就是调出位宠自己，没错。对，它其实也是在鼓励年轻人不断的去在享受生活，找到生活中的乐趣。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认同这种观点。对，就是要找到生活当中最具热情、最具能量的自己，释放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宠自己，对不对？好，本次呢，我们的调出位宠自己啊，可以说通过这个跨圈层的创造甜蜜和微醺，然后呢，看似不同的世界，但是呢，当我们的冰淇淋遇上了我们的精美酒风味啊，就可以为大家孕育出全新的生命，而且给到夏天专属的味道啊。好，那这次呢，我们也为了符合到很多朋友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为雨昕啊定制了一款专属产品。大家知道我们的专属产品叫什么名字吗？来，整齐一点，四个字啊，有人知道吗？我们的专属产品，雨昕专属产品，有人知道吗？好，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的蓝调性感，我们一起来喊一下好不好？来，3、2、1，蓝调性感，这就是我们的雨昕定制的专属产品啊。那此刻呢，我想问一下雨昕，关于我们这次的新店铺和新产品，能不能和我们所有的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复古的风格，非常喜欢 old school 的风格。然后其实今天的店面，我觉得不光是里面很好，包括很好的，然后夏日的气息有时光。对，不光从我们的店面啊，这次呢，通过雨昕的着装。雨昕在此刻的分享，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本次雨昕为了我们全新的哈根达斯啊，也很辛苦，为我们专门拍摄了最新的广告大片，你们看过吗？要不要再看？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
声音包括我们的画面啊，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跟随我们的旋律一起舞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康莱纳斯和刘子欣共同打造啊，致力于带给我们每一位消费者非常酷爽的夏日体验。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邀请到女星一步去我们的舞台的大屏幕的前方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开启今天的新品发布的时刻了。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各位领导依次登台，有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曹磊先生，欢迎您。欢迎上海世纪汇置业有限公司总裁任志先生，欢迎。欢迎通用购房中国区总裁邱兆祥先生，有请。以及阿迪达斯中国区店铺总经理陆龙海先生，欢迎。同时我们要欢迎中国及北亚区对外事务总经理朱江柳女士，有请。好，各位领导共同移步至我们大屏幕前方的启动装置，我们将和刘雨欣共同为新品发布揭幕。那么此刻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六位嘉宾将您的手放置在我们的 Disco Ball 上，稍后我们一起321，大家轻触这个 Disco Ball，一起来见证2021年哈根达斯微醺一下新品发布。各位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3秒倒计时，3、2、1。2021和哈根达斯一起调出位，捧自己。好，感谢各位嘉宾，有请我们的六位嘉宾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来欢迎大家。那此刻呢，我们也邀请到工作人员送上已经定制好的蓝调新感吧，我们将在舞台中央共同庆祝新品发布，有请我们的礼仪人员。好，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我们的来宾朋友可以拿出您的手机，一起来庆祝下这个非常民族聚会的时刻。下面呢，我们邀请六位嘉宾共同举杯，来，让我们共同举杯，得饮留念，有请。好，各位，让我们掌声送上好吗？大家共同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我们来庆祝下这个美好的举杯时刻。同时，我们也恭喜2021年哈根达斯微醺一下新品首发，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好，我们再看镜头，再拍一张。我想要先说大麦，好吧？好，我们3、2、1一起喊大麦，好不好？来，各位，3、2、1，哈根达斯大麦。和各位领导嘉宾共同来干杯啊，一起来品尝一下我们最新的雨欣定制款蓝调新感。稍后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粉丝朋友以及我们的雨伞们啊，将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店，亲自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的2021年的最新的这个品牌啊，我们的最新的产品。好，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五位领导，请五位领导稍事休息，谢谢。好，同样我们也请女性留步啊，女性请您留步，谢谢领导们。好，那其实，大家有心啊，有心。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啊，女性呢出道以来一直收获了非常非常多朋友的喜爱与支持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天猫代表为我们女性送上祝福。接下来，我们有请天猫代表，欢迎。我们要感谢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以及我们天猫代表送上的一个美好心意啊，与你相约微醺派对，心动美味尽情开宠。同样，我们要感谢所有雨伞们对于雨欣以及我们哈根达斯的支持和喜爱，谢谢各位，让我们再次掌声送。